现在那个犯罪嫌疑人都押回来了吗？三个人押回来了。偷水陆家的时候知道他是这个奥运亚军的这个身份吗？不知道，这都是随机的。他觉得是一个跨省的团伙，一个是有盗窃前科，三个人偷的地方很多，作案还是比较疯狂的。破了是吧？对，抓到一个盗窃团伙，这个他们告诉你没？他没有告诉我，他们没对外公布，很激动啊，追踪警察很不给力啊，他们还是特别上心的这件事情，然后也特别感谢他们。